Youth means a temperamental predominance of courage, of a timidity, of the appetite for adventure, of the love of ease. This often exists in a man of 60 more than a boy of 20. Nobody grows old merely by a number of years. We grow old by deserting our ideals. Years may wrinkle the skin, but to give up enthusiasm wrinkles the soul.应该叫您马亮还是马斯诺呢？马亮呢是我真实的名字，马斯诺呢是我在短视频创作平台的名字。有一位特别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因为他在这片土地上创作了他的名著《西行漫记》，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名字借喻过来，因为我们都是用英语在创作嘛。然后呢，他用英语写作，我用英语来创作短视频，所以这个名字就由此而来。那当时怎么想的？有灵感，回到家乡，然后进行短视频创作来宣传家乡呢？因为我们是从乡土走出去，然后呢，我们又折返回来，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是宁夏乃至西北非常典型的传统村落，所以说我就想，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才华，能够利用现在这么好的一个短视频创作的平台，能够把家乡的风土人情，家乡新时代的变化，能够通过我们的内容创作，然后呢组合出来，介绍给很多其实还不怎么了解我们家乡的网友朋友。In the cover, a king's palace is awakening in memory. Last night, God gave me a surge of strength to turn me from a hibernating wall. 短视频的这个平台，然后您也收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粉丝吧，就是他们也都评价您说您有浓重的伦敦口音，是怎么练成的？英语嘛，现在虽然说是国际化的语言，但是在中学期间、大学期间又特别热爱，所以一直，刻苦的练习。尤其在上了大学之后，我们的那个精读呀，这样泛读呀，包括这种视听说这种课程，有大量的专业课程，上这样的课程，然后呢，有大量的优质素材。就我在里面就寻找和我的声音和我的这种发音的这种风格相配的，后来就找到就是各种各样的优质素材，然后呢就不断的听模仿练习。实际上就像我给粉丝们说的，就是一个不断的练习坚持厚积薄发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您是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是那后面又经历了一些什么工作这个经历呢？我也尝试过就是当老师呀，短期内当老师，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还不是太适合。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了政府工作。我觉得这段工作经历给我的触动很大，就是那是我，就是从学校人，从一个学生状态这样一个状态转向社会人。然后这几年，有很多的出国工作的经历，觉得哇，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么的精彩，原来人就是成长成熟是需要这样的磨练。后来就从体制内吧就出来了。201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传媒行业，进入之后发现也很适配，一起联合制片呀，做一些就是传媒的业务呀，就非常对路。哎，发现人生又找到了新的舞台啊。后来我们觉得，这片乡土能整合的这个三农的资源，也比较方便便利。成本也低啊，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这扎下根来，然后呢，结合上英语，最后我们就，决定先试几期，其实是完全是测试，结果第二期有一天晚上我们看，哎呦，这个流量的滚动啊，大家这个评论，已经开始有点波澜变化了，就是自然的这种，结果上了四个之后就有个80到100万的这种播放量，然后呢就是各种的好评啊，就都来了。哇，突然发现啊，就是你回到家乡，回到这片乡土是一个有用的人啊，就这种信心让我觉得一定能够干下去，这事情一定能干下去。我们的视频的内涵一定不是泛娱乐，
不是逗大家笑一笑啊，那一定不是我们追求的。那我们一定是要有自己真正的要有一个高点，那这种高点就是我们不求，就是不能侍奉流量，而不能成为流量的奴隶，一定是我们的内容一定是真善美在普通人身上的整体呈现。其实就拿第二期来说，第二期是农家流水席，是，然后我看到很多网友留言，然后他们有一条留言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视频里面没有女士出现。然后后来在三八妇女节那一天，您专门推出了一期就是农家妇女出去在外打工或者是创业的一个视频，是怎么样想展示呢？就是每一条评论我都认真看啊，无论是他是调侃的说笑的啊，还是积极的，就是喜欢我们的内容，还是他负面的啊，都就是要，因为通过这样你能够感知他们对你的作品的认知，那些妇女形象姐姐们阿姨们啊，这些妇女形象我们都是随机彩排的啊，走进去之后他们还比较惧怕镜头啊，比较镜头恐惧，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你看，我们就。我问什么你说什么啊，我们就正常的聊天啊，我们要呈现真实，这是我们的底色，也始终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这种真实感。所以说就选择他们，哎，正好确实是在咱们这儿的女性形象，其实他们是非常吃苦耐劳的，无论是他们在家里啊，还是接受教育，在更好的人生舞台上，即使没有接受教育，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提高家庭生活条件，或者为子女创造更好的这个生活条件，他们都是非常努力的。他们的努力，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啊，对家庭生活现在的这种状态，他们自己的这种获得感啊，满足感，觉得哎，人生还有奔头，还有更好的追求。其实那期视频也让很多全国的这个网友看到了这个西北妇女的一个勤劳质朴的一个风采。对对对对，确实就是我们也想就是直接或者说是隐性的要表达这个内容，很重要的。其实他们是西北妇女，是宁夏，是我们西海固山区妇女的缩影，就是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家庭生活状态，对人生的奔头和憧憬真的一点不差。所以就是您从大山中走出去上学接受教育，然后又从外面再回到这种大山中，您觉得这里面最大改变的是什么呢？现在国家不是也提出了乡村振兴，你像这样的这种宏阔的战略啊，就落实到我们个人身上，就是确实是不是大话空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定是这样的。从农村，然后呢，其实随着家庭的变迁，真的是从农村，然后呢到小镇，到县城，到省城，包括到北上广出差啊，到最后有这样幸运的机会啊，出国去过这么多的国家，然后我们再折返回来，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讲好这片乡土的故事，讲好你自己家乡的故事，这些故事是非常精彩的，需要人去记录，需要人去讲述呀。其实我们一路从那个公路那边过来，然后到这个村子里面，都能看到一句标语，就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那么您怎么认为这句话呢？对，这句话你说我也提到我也印象特别深刻。其实从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它背后有深刻的内涵，就是现在的家乡，现在的乡土确实是已经变成了这样。而且就像一个粉丝说的，说就是哎呀，就是上天赐予这一块这个绿宝石，家乡的这个建设变化啊，你想在就从生态上来说，你像我们每一天，像在这个小村子，每一天各种鸟叫、鹅叫、狗叫、鸡鸭鱼，还有野鸡啊，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小松鼠，就是这是生态改善提升特别好的一个见证。因为大家远离乡土生活状态，其实我觉得从平时朋友圈呀，大家的这个休闲娱乐生活都能看到，就是对乡愁其实还是有眷恋有怀念。对您的这个短视频创作印象很深的就是里面的文案非常的优美，就是我记得是第二期那个流水席的那一期，然后描绘村民的这个语句，风吹过他的面，然后用月光来清洗他的这个心灵，他们世代与这片土地相依为命。
您是怎么样构思这些文案的呢？在创作过程中，我们的背景音乐、文案啊、场景，这一切就是这一个组合拳，打造出来的我们的其实不是视频产品，是视频作品。其实是这片土地，实际是文学的富矿。哎，我们创作内容一定是融入乡土，这些组合拳组合起来，形成了我们视频里面很重要的生命力。啊，不仅仅是文案，就是这种情感的力量。我前面说心灵美组合起来形成的这种作品的生命力，就是在您的这个短视频里面，其实画面都是非常美的，一切在我们就是平常人的眼里面看起来很平常的一些事物，比如说鹅呀、鸡呀，然后山呀、水呀，还有这个鸟呀，在您的视频里面都感觉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存在。那您是怎么样捕捉这些事物美的呢？这个问题其实问得特别走心。就是文学创作为什么能够创作出来那么好的乡土文学的作品呢？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感知感悟能力、生命体验力，是这个高点，这种强烈的感情让他不吐不快，然后呢，再叠加上自己的创作创意的能力，然后组合出来有序的文学作品，设置一个场景啊，描述一个故事，一个感人的片段，形成一部小说，诗歌也好，散文也好，随笔也好，必须要有深刻的生命感知感悟能力。包括你看一草一木，它的风吹的这种波动的声音，这些声音就是，我们潜心作为创作者，你必须能够感知得到。就每天啊，无论下雨天晴好还是阴天，每天我都在这几公里的小道上都行走，让每一个看我们视频的粉丝、观众朋友有缘看刷到我们的视频，看到我们的视频，哎，他停留下来，发现，就是一定他如果有这个耐心，停留两到三分钟，一定让他感受到，心里什么呢，起一点波澜，咯噔一下。有点不同啊，和我之前刷到的短视频感受是有点不同，哎，这种的目的就达到了。就是也有网友评论说，非常羡慕您用一技之长来宣传自己的家乡，为家乡做贡献。那么接下来您打算如何用自己的力量继续为家乡做贡献呢？因为回来之后也接触到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朋友，我觉得更大的舞台是什么呢？乡村旅游，就是文旅融合乡村旅游，所以说我们回乡也正好啊，契合这个主题。而且你看现在很多的就是乡土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资源建设啊，也是围绕着乡土旅游、文旅资源、乡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呀，还有一些景观的打造呀，有很多元素、很多方面。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研学是一个，然后围绕着这个短视频更好的呈现，因为现在家乡的风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啊，这些变化是极其向好的，所以说我们短视频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能够发挥更大的这个曝光效应啊，曝光效应，所以说这个宣传家乡，让更多的就是游子也好，家乡人走出去的家乡人也好，还是全国的朋友，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西北啊，自己祖国的西北，然后呢西北的小省宁夏，然后呢西海固这样的地方啊，因为前面已经有山海情这样的山乡巨变这样的电视作品，让更多的全国朋友认识到了，原来西海固发生这样的变化啊，我们希望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更好的呈现更加具有真实感的更加真实的家乡。我们只是小小的一份子，在城市发展的认为自己还有一定的成就、一定的才华的青年同仁、青年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啊，就是此时不回何时回啊？正是因为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